301减分实战测试，每位学生的起始分为301分，每轮投三标，红心区域均为50分，采用直入直出模式，总分随每轮所得分数递减，将分数刚好减为零即完成测试。由测试人员记录其所投掷的轮数，以学生投掷的轮数作为该项测试的成绩。测试上限为15轮，